由今日起，全港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向5个特定群组派发即日筹，方便他们即日在指定时段接种新冠疫苗。特定群组包括安老院、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员工、医疗机构员工、学校教职员、校巴司机和保姆、餐饮业务和酒吧、酒馆员工、建造业工地人员。有关人士可以携同身份证亲身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攞筹，并且申报所属的特定群组。如果委托家人代领，需要出示接种人的身份证副本和申报委托人所属的特定群组作登记。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每日上午7:45起开始派筹，先到先得，派完即止。位于东涌社区会堂的接种中心每日派发100个筹，其余接种中心每日各派发200个筹。